8月22号，湖南卫视春晚官博在网上官宣大张伟将加盟的好消息。筑梦念仔，一梦纯粹，才华横溢，点燃古今。2019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，大张伟与你一起喝彩中国年。宣传海报里大老师标志性的笑脸也是超喜庆。作为天天向上的主持人，大张伟与湖南卫视也是颇有缘分。之前参加很多档芒果节目以及晚会，都带来了很多优秀的作品。而此番在湖南卫视春晚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，也让歌迷们很期待哟。芒果拉新闻，1月29号晚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等你来看，芒果 TV 也将全网首播。报道。